完蛋了。销量放缓的担忧持续蔓延。据悉 ，Rivian 在发布第四季度财报时，同时宣布了这一消息。财报中称，公司预计今年的产量不会比2023年高。哎，这个让你抓了。哎呦，看着了没？看着了吗？你看这傻逼，看着了吗？我去，谁撞的？我操！啊！哥。